自己先说，我自己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创作人，因为我觉得很多，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感觉创作是一种就是从无到有，然后我只是觉得我喜欢去把一些可能没有的东西，然后跟一些东西串联起来，然后把它就是用文字或者是用一些我比较擅长的乐器，然后我把它就是收集起来，然后慢慢的它就会自己有一个就是所谓作品的样子出现这样。所以我常觉得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时代大家对创作这两个字都会有一种我不知道，但是我身边的有一些朋友他们会觉得对创作会觉得有一种莫名的迷思，就是会觉得说会创作人很了不起，会创作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哇你很棒或什么。可是我这时候我在常常就是我会去想，甚至我会去思考说，其实每个人都会做创作这件事，只是你怎么去定义什么叫做创作。我相信就是无论你在做什么事情，只要是由你自己开始的那个东西，就是一个创意，就是一个创作这样子。请问燕子，你怎么发现自己会创作？我到目前为止都还会一直问我自己，你到底会不会创作？就是以一个作品的样子来讲，我一直觉得那东西不够成熟，所以可能都还不见得，我都还不见得可以告诉我自己，就是你的创作已经够完整。可是如果真的要问说我什么时候发现我自己会创作，其实应该会是在大学的时候开始，我开始想要就是想要记录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想法，或者是我想要用一种方式去表达我自己这样子。然后可能一刚开始真的只是因为文字而已，那是因为后来就是我发现我自己很喜欢某一样乐器，然后就想着也许就是想着我自己也许可以就是用我自己觉得比较舒服的旋律，然后试着去做另外一种不同诠释去听听看，当我自己写出来的文字有了音符的陪衬之后它长的是什么样子。所以应该是大学的时候，那应该是我19岁好吗？进大学的时候吗？没有，因为我小时候是学钢琴。那有受到什么样的事情或是什么样的人的影响，所以才开始创作？没有，因为我就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就是我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喜欢写东西，可是我很讨厌钢琴，虽然我在学钢琴。小时候是一种被父母亲强迫去学习音乐的。所以不认为我要用那个东西去表达我自己。可是长大之后，就是其实还蛮有趣，就是因为一刚开始吉他是我哥哥的，可是他买了之后，他就不想学了，所以我就自己拿来就是玩。可是我发现他的音色很好听，所以我就自己就是看书自己玩这样子，然后就一边玩一边就是把我自己写的东西慢慢的一首一首一首。因为我那时候的歌吗？任何时候都可以。现在想到什么？我觉得，其实我还蛮想，因为你们都没听过，其实我那时候真的有哇，好青涩的时候。哈哈哈哈哈哈！谁？再来吗？我试着去唱。最初写了一首歌，然后这是我第一首写的歌，然后很白痴啊，听不知道。Thank you.
刚开始一定就是大调霹雳四和弦，然后